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这天堂觉得好爱这个地方。游泳的时候真的很难拍到好的画面给你们了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在水下用的相机，因为你们都很好奇我到底在用什么相机。这是我去年买的，这一个 Olympus 的一个水下相机，它可以潜水到10米，所以如果你要潜得再深的话，就要用 GoPro 会比较好，因为 GoPro 好像有35米啦。不过10米的话，在泳池里面拍照就绝对够了。需要化一个快速的妆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晚了，现在的时间是，哇，已经快12点了。因为早上要游泳，要吃早餐呀，刚刚吃了一大堆早餐以后呢，现在就很饱，所以抓紧时间呢，还是擦完一个防晒跟隔离之后，不知道今天早上好像有晒黑，你先看我的手跟我的脸有一个色差在这。等一下出门应该会打伞吧，因为今天外面天气好好，这么好的天气，一来心情很开心，二来就是害怕会被晒黑。用手轻轻的拍打，再去做一个按压的动作，这样我刚刚擦的 CC cream 会比较均匀还有服帖，一来就是比较小啊，比较容易方便带出门。那下面呢就有后面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，这样点完以后，这点压的方式也是一下两下三下以后呢，再这样向周围打一个圈，把刚刚我那3点呢都擦均匀。胭脂跟眉毛以后看上去整个人好像都有种就是黑黑的感觉，变成泰国妹子。其实小娜的眼线笔非常的好用，它也不太会脱色。那这个是以咖啡色的，稍微画粗一点点，然后我这样画到眼角。好了，我也要去吹头了。哎，头发干了呢，我今天想要编一个辫子，平时的分界，然后我会在这里拿一束头发出来。好像你在拨另外一边的，非常竖正啊，一点点，这样耳朵前面跟耳朵之后的这个地方比较重要啊，因为前面这边是固定住你头发的方向，所以我尽量的往后拉。那把这两边的辫子就放在后面，放在后面的时候呢，就前面这一些刘海的头发，我可以把它们放在外面。那因为前面呢我有很多头发放在这里，所以想左边分界或右边分界都可以很自由的自己去换哦。那前面看上去就正常嘛，你拍照的时候可以遮一下脸型啊，然后或者放在耳朵后面也可以哦。可是你后面呢别人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细节，那我今天就这样出发咯。好吧，好厉害，刚刚电话掉地上，还好没事，吓死我了。我想给你们看，我现在在这个站叫什么 ？Londini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等搭这个 Metro 啊。你看，我刚刚有帮他分一个辫子哦。这是我们今天的 Thai style。 来到泰国呢就是要做一些跟平时在香港不太会打扮的事情，像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，让它也是要入乡随俗的感觉。话说超级快的这个 Metro 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Chatuchak。 走吧。这个 Metro 跟 Skytrain 就很不一样啊，这里你看到就非常的干净。 Skytrain 因为是在陆地上面的，而且就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比较新哎，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人。刚刚就在这里哦，然后我们一条线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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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这里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周末市集。好，找这个一号出口，这里就是这个 park。看来家里有东西，我也很感兴趣。全部都是木头的筷子啊，鞋啊，鞋子好可爱哦。美吗？再来这边是一种 bra 外穿，也就在泰国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哎，我去找光啊！哎呀，怪得我有去露点吗？耶，好美哦，那这个。打工赚钱，给他买另外两个。也买了一个。椰子雪糕，然后呢，里面有吃到有椰子的味道。他给我加绿色的这个呢，是糯米饭。就平时我们吃芒果糯米饭，但是椰子雪糕的糯米饭。然后它上面就是整个椰子啊，它就用那个刀刮一刮，然后将那些椰肉都放在这个雪糕的下面。我给你看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就是椰子的肉。嗯，好好吃哦，感觉每次喝到椰子，吃到椰子雪糕的时候，感觉这天堂。逛了两个多小时，已经很累了。就是外面那条街哦，非常多的吃的东西，正在买椰子。你看一下那条街。其实我一边在街上讲话啊，喝东西，就感觉那些成瘾都全部都我吃下去了。对，超多芒果的，而且看上去都好棒。280，然后这个是250，最下面的是200，三色或者是单个的白米。耶，我现在到一个做 SPA 的地方。SPA 做完，天已经黑了。这一间呢是朋友推荐，说是很出名的一个吃海南鸡饭的地方。这家店在路边啊，然后旁边有一个 shopping mall。其实我真的不会在路边吃东西，因为这家店它是开在路边的，所以我要试一下这个海南鸡饭到底有多好吃。觉得它的鸡好少，它就那么一点点鸡。但我觉得鸡也还好吧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可能因为分量太少了吧，我再单独叫一个鸡腿。这是鸡腿，嗯，这个好吃好酷，这个超好吃，也就差太远了。来这里吃的时候呢，你就点一份鸡腿饭，因为你可以吃一个普通的，但它普通的看你的运气好不好，切给你的那些剑术大不大，好不好吃哦。今天要试这个芒果糯米饭，超级香的。我觉得泰国人他们最厉害的就是他们打包啊，他们呢这些小小的这些 sauce 啊，都会放在一个就是袋子里面，然后就把它们包的超好，都不会露出来哦。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芒果饭有多香。阿瑞妈，阿瑞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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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芒果，这来自还是一定要吃芒果糯米饭的。我已经在理行李了，因为呢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机场了。这是我在 Big C 买的那些零食，你看哦，最后我买了一个泰式的一个茶 Basil Seed， 可是我知道它这个泡出来以后呢就会变得圆圆的，一粒一粒的，应该是很健康的，哎，喝完以后会有一种饱腹感。还有我这个巨大的 Rilakkuma， 这里有我的三脚架，还有我的 Yoga Mat，
而且我这次来的时候也有带一些就是比较好用的护肤品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哦。我这里的洗头水跟护发素呢，就这两支，小小支的就很方便，而且也很滋润。那这支是我必带，去哪里都必拿的这个 Biotherm 的一个奇迹水，就非常的好用。又是这些东西了，还好这次来的时候我带了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所以现在我就要把这所有东西都放在收进我的箱子里，尽量把这个可能等一下卷一卷吧，卷进去。那机场刚之前呢，我就要去先取水啊。在机场的进门以后的最右边的走到底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先盖一个章，然后去到里面才可以拿到钱。说呢，昨天晚上我们俩在路边吃完了那个海南鸡饭以后，今天早上我们都一起拉肚子。所以呢，想跟大家说，在泰国吃东西真的很小心，因为街上吃完东西你不知道有多少的细菌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很辛苦啊，一直去两个一起跑厕所，所以看现在看到辣的食物，有点担心，等一下去厕所会不会比较辛苦？那我一餐还是先吃了再说。再买花，因为机场呢有兰花，觉得好漂亮哦，现在信息买的，跟 Vicky 都有买花了。下一次我再出去工作或者再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再给你们拍一些有趣的事情吧。拜拜，阿空康。